下载北美省钱快报 APP， 公布全球折扣，分享优质生活。Trader Joe's 是一家在美国生活的小伙伴们都非常喜欢的超市，提供有机食物和本地产的新鲜食材，还有好吃的零食坚果和用料实在的良心速冻食品。最重要的呢是价格也超级实惠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什么是北美省钱快报小伙伴们在 Trader Joe's 一定会买的吧。开始之前，别忘了点击红色按钮订阅 DU Moon TV 哦。一 ，Manuka Honey 蜂蜜。和从花中采的蜜不同， Manuka Honey 来自红茶树，多产自澳洲和新西兰。这种蜂蜜不仅具有一般的保健功效，还有抗菌成分，能有效改善肠胃疾病以及皮肤上的创伤。二，蔬果。Trader Joe's 的蔬菜水果价格都不高，而且都是从本地采购，比起经过长途运输的产品来说，新鲜程度还是挺有保障的。香蕉是真的很便宜，每根只要19美分。波斯小黄瓜也很推荐，很接近大家在国内吃惯的味道，价格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实惠。三，酸奶。酸奶的种类和口味有非常多的选择，希腊酸奶是最接近国内酸奶的一种，最推荐蜂蜜口味。网友们还建议搭配坚果、水果干一起吃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酸奶杯也很推荐，不过会非常的甜，哪一个味道都不会难吃，通常呢是2.99或3.99六罐。四，冷冻食品。Trader Joe's 的冷冻食品简直是留学党懒人朋友的超级福音，不论是葱花饼、炒饭、小馄饨，还是饺子、包子和宫爆鸡丁，用料都很实在，价格也超便宜，2.99，吃饱不是梦。如果你不知道买哪一个好呢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们的测评哦。五，水果干。说到水果干啊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他家的 Just Mango Slices 芒果干，配料表里只有芒果这一种食材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，吃起来很健康。除了芒果的，你还能买到很纯粹的菠萝干、桃子干、杏干等等。六，坚果。坚果酱。不同于 Costco 的大包装坚果， Trader Joe's 有很多特殊口味的坚果，比如甜辣味的山核桃 Sweet and Spicy Pecans 就香香脆脆的，非常好吃。花生酱、杏仁酱、芝麻酱，还有混合坚果酱也都很不错，配料里同样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，非常天然。七，甜品零食。在这里你能找到别处看不见的紫薯薯片、亚洲口味的米饼、酱油味的脆饼，不要因为他们在零食区就感到害怕，其实很多啊都是低脂低糖的健康零食，让你想要放肆的大嚼零食时也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，学习追剧必备。八，鲜花和小植物。Trader Joe's 卖的鲜花价格大多是3.99、4.99一束，和别的超市价格比起来非常良心。除了价格优势之外啊，花的种类也很多，新鲜程度还有保障。另外，这里还有很多别的小植物，网红多肉，适合喜欢用绿色来装饰家里的小伙伴。九，调料。调料区的 Everything but the Bagel Sesame 可能是最网红的一款调料了，里面有芝麻、干的蒜粒、洋葱碎和盐，无论是牛油果吐司还是煎蛋拌菜，撒一点都不错。另外还有很多综合性的调料，最适合不太会调味的朋友们买来做菜。十，酒类。葡萄酒和啤酒的选择很多，其中各种精酿啤酒产品最受大家欢迎，店内一般都有用来盛装6瓶啤酒的纸提篓，可以选择不同的款式，最终呢都会按单价计算，所以呢也不用担心一次买太多了不好喝怎么办这种问题。那更多 Trader Joe's 的好物推荐呢，可以点击信息栏里的链接查看攻略文章，或者是刷一刷晒货区，看看小伙伴们都分享了什么。最后，别忘了给我们点一个赞，以及订阅 DU Moon TV 哦。